好了，爸爸煮这个双核心蛋蛋喽。啊，开始倒喽。中间的轴心。对，双核心蛋蛋喽。啊，哎啊，这个铲子从这拿过来的。哇，被喷到了。弟弟，这个是你的啊，没看到？哎呀，你看它起泡泡了，你看到？哎呀，起泡泡了，好好笑哦。跟上次一样。对啊。好啦，我要来专心煮。那把那个泡泡戳破吗？戳破了，哎呦，这次应该不会烤焦了吧？可是蛋黄上面有烤焦嘞。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不知道哎，挑掉，那挑掉挑掉，我挑掉了。那个应该是铲子上面的脏东西吧？来。你不要像上次一样烤焦了吗？不会了，不会了。我这次会把它弄得很好吃的哦。啊，你那个蛋黄你要熟吗？要很熟还是一点点姜姜的？很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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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一点点姜姜的。好啦，这个应该就是有姜姜的啦，这个就 OK 了。好。哎呀，我先关火，先关火。你看，爸爸放来弄爱心蛋蛋 ，OK 了。哎呀哎呀，可恶！好嘞，弄过来了。弟弟，这是你的蛋蛋哦，你看这里有浆浆的，你看，你待会拿汤匙戳它一下，它就会爆出来，要不要试看看？你先拿一个汤匙戳它一下。用上次的叉子，用上次的叉子。你要在哪里吃？这里吃是不是？嗯。好。吃了吧。啊。黑面包。早餐吃什么？不知道，他要吃树叶啊！你吃吧，你把那个黄色地方给它戳破，看看是不是会僵僵的，看看是不是会流出来，对不对？嗯。是不是你喜欢的？嗯。好吃吗？嗯。好吃哈、哦，好好好好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你喜欢吃僵僵的。我就是喜欢吃僵僵的。好。